保存这个开嗓方法视频，你唱歌好听一万倍。今天给大家分享歌手都在用的开嗓方法，记得点赞收藏保存好哦。第一步，先激活我们的呼吸系统。很多同学平时唱歌的时候呼吸状态都是不对的，会吸得很浅。唱歌呢需要深度的呼吸，怎么来做呢？跟着老师呢，双手叉腰，鼻子吸气，感受你的肚子腰腹往外扩张，然后我们再来吹气，把手放在你的嘴巴面前吹气，每吹一下你的肚子会非常的用力，然后我们再替换成嘶字音，最后一个音把它保持延长。第二步，有了气息对抗的感觉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发声打嘟噜。打不起来的同学呢，你可以把手呢托起我们的嘴角，然后去吹气，的衔接训练。我们先来找到胸腔共鸣的位置，跟着老师呢把手放在我们的胸口，发一个呼，感受你的胸口有微微的震动感呼，然后我们再从胸腔的位置呢往高音滑上去呼，每天练习5到10分钟，慢慢的你就可以轻松驾驭很多歌曲了，记住了吗？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呢？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老师哦。